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太空中，蕴藏着许多神秘而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它创造了所有的生命，并且留下无数的谜，更赐予人类生存的一切力量。地球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太阳除了散发光和热之外，还能发射一种太阳紫波。地球在经过太阳40多亿年的照射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磁场，然后才能发射地磁波。太阳紫波与地磁波都是天然紫波，充塞于大自然及我们的生活空间中，不但维护了我们人类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促进了万物的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景象。地球如果没有磁场、磁波的存在，所有万物，包括水和空气，都无法吸附于地球表面，生物将会全部死亡。所以磁场和磁波是人类生物生存的首要条件。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地球磁场所放射的地磁波波长达600万公尺，是大自然中最长的一种波，所以叫做超长磁波。而这种超长磁波经过医学临床证实，竟然具有意想不到的保健及改善各种病痛的效果。日本工学博士藤山长一根据这项原理，历经20多年的努力研究，发明了性质与天然磁波相同的超长电磁波治疗器，并由台大医学院大内恒医学教授发扬光大。超长电磁波之所以有惊人的保健效果，主要是它能产生焦耳热和震动波，以及在各国医学界引起莫大震撼的，就是超长波对于细胞的冲磁荷电作用。在谈到超长电磁波的保健原理之前，让我们来做个小实验。首先，我们将开关打开，现在超长波治疗器已经开始放射出磁波，这是磁波感应器。当感应器接收到磁波时，灯光就会发亮。离开了磁场和磁波，灯光就会熄灭。就像我们人类不能离开地球的磁场而生存一样。我们把超长波治疗器放在胸前，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超长波所放射出来的磁波，可以穿透人体的五脏六腑、气血津液和肌肉骨骼。在穿透细胞组织的时候，磁波会产生漩涡状的第二次电流，产生焦耳热。由于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气行则血行，通则不痛，气滞则血瘀，不通则痛。焦耳热能穿透人体，直接深入病巢，活血化瘀。当气血畅通后，通则不痛。再加上热有松弛肌肉、消炎止痛的效果，因此对于头痛、神经痛、关节痛、妇女经痛、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等各种疼痛症，有非常明显的改善效果。我们再看，假设这个小瓶子是我们的血管。超长波每分钟可以产生3000多次的微小震动，形成震动波，能够使血液中的血球相击相荡，因而促进了血液循环，加强了全身的气血循环。因此对于高血压、脑中风、动脉硬化、心脏血管阻塞、静脉瘤、痔疮，以及对于气血循环不畅所引起的各种酸痛、手脚麻痹，都有非常神奇的预防及改善的效果。由于今日公害环境，污染饮水、
污浊空气、美食生活、吸烟酗酒、色素、防腐剂、农药的滥用，以及家电、电脑、手提电话、X 光等辐射的危害，加上情绪的波动、紧张的生活、工作的压力、熬夜等等各种因素。当人体细胞中带有一个单独不成对的电子的原子、分子或离子时，就称为自由基 （free radicals）。由于它本身所含的电子数是奇数，是以它只有以掠夺他人电子的方式，来使自己成为含有偶数电子的稳定分子。但是那个被掠夺的分子本身的结构却因而被破坏了，于是就形成另一个新的自由基。这个新的自由基又再度为了自己的稳定而去掠夺其他分子的电子，如此反复连锁，破坏了构成人体基本元素的细胞膜及细胞核，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使组织器官功能逐渐丧失，因而导致人体各种疾病、癌症以及衰老退化的产生。贯穿人体全身的大大小小血管长度约为10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2周半。大的血管有如手指一般粗，细的血管只有发丝的千分之一。而血液中各含有两种物质，一种是带负电荷的负离子，另一种是带正电荷的阳离子。血液带着阴阳两离子，由心脏经由动脉，再由静脉回到心脏，只需要23秒。阴阳离子在血管中快速流动，就会产生电流，有的电流就会形成磁场。超长电磁波冲磁荷电，并能穿透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使得细胞内的含电量由弱转强，因而促进了细胞的活化与再生，并借由体外磁场的作用，强化血液中阴阳离子所形成的电流磁场作用，促进了血液循环，因此可以达到清除自由基、消除疲劳、补充元气、放松神经、改善睡眠、增强体力、强化五脏六腑及各个组织器官，并达到抗氧化、抗老化、抗癌化的目标。这是一根灯棒，里面有一排正电与一排负电的线圈，代表我们人体细胞内的正负电子。上面有一个灯泡，在没有插电及装电池的情况下，超长波的冲磁荷电作用居然能够使灯泡发亮。现在我们在超长波的上面放上木板、玻璃、书本，各位可以清楚地看到超长波所放射出来的磁波依然能够穿透这些绝缘体，当然也就能够穿透人体的肌肉骨骼、气血津液、五脏六腑，使得每个细胞都能够冲磁荷电，增加细胞的电子含量，促进细胞的再生与活化。因此对于皮肤病、肌肉溃烂、筋骨扭伤、9年内伤、手术后伤口或外伤愈合，或是各种胃病、肝病、肾脏病、骨质增生症、骨质疏松症、退化性关节炎，以及后天免疫失调所造成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SLE 红斑性狼疮等等，都具有显著的帮助及改善。超长磁波能够使全身荷尔蒙作用正常，体液酸碱度平衡，则素有百病根源之称的糖尿病可以获得显著的改善。荷尔蒙平衡则身心健康，笑口常开，乐观奋斗，积极向上，不知疲劳为何物，工作效率极高，还能青春常驻，
这种意想不到的奇效真令人羡慕。原来人体全身的荷尔蒙作用极为奇妙，其中以脑下垂体尤为重要。经常使用超长波，则脑下垂体正常，全身各种内分泌荷尔蒙得以发挥正常作用。例如副甲状腺作用正常，则血液中的钙质浓度适当，既无四肢颤抖之余，全身骨骼也不致转为疏松。胰岛腺及周围组织细胞作用正常，根本不会有糖尿病的烦恼。简而言之，超长波能够调整全身内分泌，使身心健康长寿，更能长保青春活力，维护肌肤细腻，延缓老化，让您更加年轻。但是请您注意，当超长波在活血化瘀、打通气血、软坚化结、消炎抗菌、排除体内毒素时，会有症状表面化的明眩反应，也就是好转反应，这是超长波在发挥疗效、改善症状的好现象，请您务必要继续使用，绝对不可中断。晋业公司所研发制造的龙鹤超长电子波治疗器，经过泰国拉玛医院矫形系及马基隆大学理学院药理系，历经3年临床研究实验后，证实对人体的各种疼痛疾病，如头痛、神经痛、关节痛、妇女经痛、腰酸背痛及坐骨神经痛，其改善效果高达90%以上。法国神经科医学教授塔朗奇博士，因为亲身体验龙鹤超长电磁波的神奇效果，特别深入研究并出书撰写分析《超长电磁波改善各种疾病原理》的著作，更经过20多位医师专家学者联合证实，超长电磁波治疗器在临床上具有意想不到的改善效果。同时，法国电视台也针对龙鹤超长电磁波治疗器的惊人效果，特别专访塔朗奇医学博士，长达20多分钟。播出后，在法国及欧洲造成热烈的回响与反应。新加坡2家电视台新闻焦点及 U 频道，也分别在电视节目中报道了龙鹤超长电磁波，受到新加坡国人广大的喜好与赞赏。新加坡2家最大的英文报纸也以头版的版面报道了龙鹤超长电磁波，印尼及日本的报章杂志也相继报道了龙鹤超长电磁波的神奇效果。可见龙鹤超长波治疗器已经在国际间及医学界造成了相当大的重视与回响。龙鹤超长电磁波治疗器以市场需求研发多款机型供消费者选择，分别是局部型、床组型、座椅型等3大款式。所有形式皆有2段式强弱波选择、4种时间设定、2小时自动循环设定功能，使用方便，口碑好，信誉佳，美观大方，性能优异，是您保健身体的最佳选择。龙鹤超长电磁波产品经品质保证的复合性宣告，查验登录美国 FDA 官方网站，更荣获 ISO 9001:2000年版、 ISO 9002:94年版、 ISO 13488医疗器材国际品质认证及欧盟 CE Mark 医疗产品安全规格认证。请您务必认清，有龙鹤标志才是真正符合国际认证及完善的维修与售后服务的超长电磁波治疗器。龙鹤超长电磁波的11大保障：1、唯一20年悠久历史生产经验，利用地球大自然磁场磁波及中医针灸原理研发制造，效果最神速。2、唯一荣获 ISO 9002:94年版国际品质管理认证。3、唯一荣获 ISO 9001:2000年版国际品质管理认证。4、唯一荣获 ISO 13488医疗器材品质认证。5、
为荣获欧盟 CE Mark 医疗产品安全规格认证。六，唯一产品登陆美国 FDA， 美国食品药物安全管理局官方网站的超长电子波产品。七，唯一经新加坡电视台新闻焦点及 U 频道专访李医师及报道龙鹤超长电磁波，并于全国及马来西亚播出。八，唯一经过泰国拉玛医院马基隆大学研究报告证实，其改善各种疼痛效果高达90%以上。九，唯一由法国医学博士 Dr. Tranky、 Dr. Pierre Laguette、 Dr. Jim Michel Gilbert 等20多位医师专家联合著书证实其功效。十，唯一经由法国电视台专访 Dr. Tranky 医学博士，播出后在法国及欧洲造成热烈回响。十一，完善的售后服务及维修网，坊间仿冒甚多，请认明龙鹤标志才是真正的超长电磁波。